大家好，我是陈周开，我在这边一个达到这边的调解室，在收拾头发来，收拾头发来，头发面，啊，头发面，对不对？这个全程记录为一份的，屋主在新加坡，所以我们当然屋主处理了。好了，收饭啊，这边啊，好了，要进去搬进去里面了。好，里面它的装修啊，好，在装修这些东西，在装修这些这个椅子啊，好，坐子啊，好，坐子是能装好的，那坐子，你看，好，我们上去搞一层，搞一层先的。好，安装，那是光烟，好，那个石头光烟，要安装，然后他们在工厂开好洞的，都来这边，好，在光烟。好，四厨房这边，好，我在刷干净这边，好，在试水，要在试水四厨房，好，刚才打扫清洁了，好，还有一点灰尘的，好，这边是包隐藏门 stop， 好，隐藏门 stop， 我带你上去楼上看看，你们刚才两间门还有装吗？到时候安排室管的收尾了，好，现在装饰床了，装饰床了这边，好，装饰床一下，好，你除了门这两片，现在这边这两三件的，好，我觉得已经好了，好，我们看看这个，好，还有抽屉头这些都还没有装吗？好，这是主人房，好，清一色的床架。好，厕所都洗干净了，你看那厕所都洗干净了，好，那水又还有穿，这点是有一套洗的，好，抽屉头应该是到时候设计一点收尾的，好，就会处理好的，好，这个是我的设计图，这是我的设计图，好，收起来，收起来，好，床在这边上铺的，好，这个是后面的房子，它撕掉了，它的后巷很漂亮，它的后巷，好，这边说它的后巷，你看有的这个车不给进，他们就给排气这些的，好，做完其实环境蛮不错的。今天就介绍到这边，记得关注下期的完成品哦。